接下来我们来展示三技能的特殊用途。这关想必大家很熟悉，我们会遭遇狂暴宿主士兵。对，这个敌人还是很让人头疼的。技能开启期间，李能石化呀变成了二连击，配合他的第一天赋呢，可以提升他的输出能力。那同时技能持续期间呢，琳琅石化雅每击倒一名敌人都可以获得一枚金币，这可以帮助他快速提高攻击力。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攒满了，那让我们关闭技能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听你指挥。好，你看，哇，狂暴宿主士兵被推得老远了。对的，关闭技能时，琳琅石化雅会释放所有金币，发射同等数量的飞镖，飞镖会在面前一定范围内随机选取目标进行攻击。每枚飞镖呢都可以造成一次伤害，并且会推动目标。当多个飞镖命中一个敌人时，就可以造成很强的推动效果。对，这个我熟，力的合成嘛。好久没有听过别人的命令。哇，梅开二度啊！